进来吧。哇，没想到你家居然是这种装修风格啊。这些都是我亲自装修设计的，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嗯，还算有点品味。嗯，但是我今天要好好的检查一下你的厨艺。你的手好好看，小心点，不要切刀。你做过饭吗？我没做过饭，不太会。你都不会疼啊？嗯。我爸妈来了，要不带你去见一下他们？不要。爸妈。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在家。哎呦，不容易啊，一个人做饭了。那可不。也是啊，这么美好的夜晚，嗯，怎么能出去约会呢？哎呦，这万一脱单了，怎么办？就是。怎么气死你爸妈呀？爸。对呀。这可不行说。气死我们，你不高兴吗？哎呦，也许咱儿子啊是无性恋，分手呢只是搪塞我们的借口，对吧？嗯，是。这就是周恒的爸妈，总觉得有些眼熟。周先生，周太太好。我那个是在这边就是代班，我今天只干一天，我这边的工作呢都做完了。那我就先走了啊，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呗。有情话，别胡说。哎呀，可悲呀、啊！这屋子里出现过的女性，只有你妈和那个保洁阿姨吧？保洁阿姨，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女朋友？是吧？哼，你别听我爸妈胡说，他们……你的爸妈很爱你，你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我的家庭还缺一个人，就是你。你在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为什么不回微信啊？你上次说的那个事情，我那么做应该没事儿吧？这周我带他去吃这个，你们女生爱吃这个东西吗？快帮我想想，快帮我想想。你怎么不回微信呢？干嘛呢？不回我微信？怎么样啊？快好了没？直播都要开始了。上次雪浓酒找谁代言？什么酒？雪浓酒。雪浓酒。刚才介绍这款德国咖啡机，还有仅剩2000单啊！我们快点抢，各位。现在剩多少单？不到1000。不到1000了，各位。倒数10秒钟了啊！10、9、8，空了。7，空了。好，那我们过了这款产品。快，下一单。这个产品，亲爱的冰粉们，下面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款酒，它的名字叫雪浓酒。这是我近几年喝过最棒的一个白酒。这款白酒啊，是低度特调白酒，颜值不仅高。
喝了，不易上头，性价比超高。出门在外和朋友聚会都方便携带。来，上车。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周航出大事了！什么？